其實我哋就好似大學嘅一對眼咁樣，幫佢揀翻啲啱佢哋唔同嘅科用嘅書啊，提升佢哋嘅閱讀氣氛。書店喺校園裏面就一嚟係好重要，係推廣閱讀啦，因為學生佢可能佢本科有好多嘢要需要閱讀嘅，咁但係一啲課外閱讀或者一啲自己個人興趣嘅閱讀上面咧，書店都可以提供一個途徑俾佢知道有咩閱讀種類啊咁樣咯。我哋會定期幫學生擺出入不同嘅專題啦，去迎合佢哋揾不同嘅書籍，吸引佢哋去啦，咁增加其他額外課本以外嘅知識。最受歡迎都係文史哲類嘅，或者人文社科啦。咁嗰類因為中大嘅文史哲嘅科目都比較多啊，咁嗰啲學生對呢方面嘅書嘅需求都好多嘅。因為我哋主要嘅客群大部分啦，即係都係學生同埋老師，咁所以我哋其實主要係想了解佢哋個需要啦。係啦，我哋學校都不時會有啲問卷調查去了解佢哋嘅需要嘅。咁而我哋有時都會喺我哋嘅 Facebook 平台去反映佢哋意見，可能對書店期望啊，對書店需要啊。成達商務喺學校都服務咗20年，咁其實個重要角色都建立咗一個好好基礎噶啦。每年都會佢哋開學都要需要啲教科書。咁我哋都會幫佢哋手頭佢哋要用嘅教科書翻嚟，方便佢哋購買。城大分部會比較多啲人揾法律書啦，因為依度嘅法律係好強嘅。咁佢哋中意買啲參考書去嚟參案入邊嗰啲案例啦。經營一間大學書店最大的原則是以學生為主，咁出面啲門市咧好少會去訂到啊，或者係入啲大學教科書嘅。咁我哋喺大學門市咧就一定要呢個責任去幫佢哋去揀翻啱佢哋 course 嘅用書啦。咁喺之前咧，我哋會同啲老師啊、同啲出版社啊溝通。Thank you.